早安，今天的早午餐，鲔鱼 cheese 坚果吐司，佐大番茄，然后再加一颗水煮蛋，跟一杯牛奶，开动。等一下哦，不要激动哦。有没有激动？我在等你啊。好。好。可以吗？行。行。行。你就从刚刚是。不行。俗话开始用。不行。可以。不行。你就不得死。不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哥。我是小金。今天是我们金色汤姆第68集。嗯哼。对不对？今天有一个留言，我看一下，哦，应该是 Howen Yang， 哦，那个观众朋友，如果念错的话，你要跟我们留，因为我们只能照字面上，然后我们自己猜测念法去念。其实就像 Sina 金，我们也不确定是不是人家是不是这样念，对。但是我们就要，那如果真的有念错哦，你们可以留言跟我们讲说，你们希望怎么念，好不好 ？OK 的，很好配合，好。豪文酿在昨天那一集啊，凶手到底是谁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说封面太好玩了，是不是？蛇哥精心设计的封面，对，尤其是 Jerry 哥哥跟纳豆弟弟的眼神，是不是很赞呢、啊？好，讲到这个昨天的，讲导战，对，讲导战。其实导战这件事啊。我问过专业经理人哦，梅天良哥哥，他其实说导战不是一件坏事，就是不用太过难过，然后会觉得哎，为什么我的影片人家会按导战？嗯，对，是怎么了吗？那你做不好？其实不用，他说其实导战是一件好事。他的观点是说，嗯，因为今天频道刚开嘛，那像从前面到现在60几集，全部都是哎都是好的。对不对？对，那比方说都是一些认识你的亲朋好友啦，兄弟姐妹在看你的频道，那当然他们会按赞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嗯，那如果今天真的出现这个赞，那可能就表示说，哎，现在你的影片、你的频道，嗯，已经不在你的舒适圈里面，已经传出去，开始有不认识你们人在看，所以他表达他对影片的看法是很合理的。没错。对。所以就往好处想，就是哎，你的影片已经开始会让其他人看到了，嗯，那表示什么呢？表示要红了吗？对，你要这样想也可以啦，对不对？像导战这件事啊，我记得之前不知道谁有统计过，说很多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那种全球热搜的影片哦，然后结果他们导战也是出奇的多。好像是啾啾写还是谁，我忘记了。如果知道观众可以跟我们讲一下。像他有举个例子，他有统计好几个，但我只记得那个《亡命公路6》主题曲 Devastito， 怎么念 ？Devastito， 反正就是
黄金公路六主题曲、啊、对，它的点阅有11亿次，全球点阅11亿次，然后按赞量有300多，导赞居然有18万个，所以你看是不是很神奇？最受群众欢迎的，照理说应该大家都很喜欢，结果却有18万的导赞，所以啊，史哥觉得说，其实导赞就平常心面对就好了，对，所以他手残就按到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是，然后改天就收回了，然后看，哎，是我，哎呦，拍谁，然后就收回了，说不定有可能，对不对？来跟大家讲讲今天。好，那今天的话，蛇哥也是一大早就出门，大概7点半就起床了。嗯。然后今天去拍大奶妹。Hello。啊。工作。哦，工作。嗯。好的。我是为大家谋福利耶，对，真美老司机，大家收集一下哦。所以这算是，好工作好。赚钱嘛，要养家、啊。嗯，所以早上就一边送蛇哥出门上班呢、啊，一边喝了一杯妈妈牛奶。然后中午呢，烤了一片坚果吐司，配鲔鱼加 cheese， 然后跟一杯牛奶这样。晚上回去娘家吃饭。嗯，对，那他们今天也是用了很多菜。然后有肉有鱼有汤、嗯嗯，那个汤是可口鱼丸汤，淡水类。什么时候买的？我妈今天早上去淡水买的，哦、我带几颗回来。哦，嗯哼，嗯，好吃、啊。可口鱼丸。对，所以来结算一下。哎、今天花到的钱就是鲔鱼cheese14，牛奶10块跟蛋5块。29而已。对。晚上不用钱，除了就4.5，那就15块，15块加保健品7次就是89 ，OK， 累计财经出来啦，总共是20841。健康我是英秀，那我们继续看下去，明天早上8点见，拜拜。你有没有看？怎样？你刚说什么？啊、你刚说什么？每一集都没有看、啊，每一集都没有看。你没看？你舍个东西我干嘛看？舍个就是我朋友。那我问你一个。嗯。哦，大嫂看杨丞琳 Vlog。我已经问过他们。哦，大嫂看杨丞琳 Vlog。我已经问过他们三个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我问你一样同样的问题。很久是什么意思？很久，你说是很久吗？对，就是那个 M 那个九。M 那个九，很久。你没有看对不对？哦，他在考我影片的内容。因为他们三个也回答不出来。你这是拍影片素材吗？哎哎哎，不行啦，不行不行，我这个快码掉，快码掉，那个快码掉，快 N 九走。啊，只码这边看。这样的嘛，这边 N 九就是。道歉下跪，为什么看？为什么都有订阅都没来看？啊？为什么有订阅都没来看？因为以订阅代表支持，然后以我专业订，通常订阅大概有60%的人会看，然后另外40%的人就是会飘出去这样，那我们就是那40%的人。